来了吧？厉害吧？35周了。对，倒数一个月。倒数一个月，越来越紧张。好紧张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很紧张，生 baby 是妈妈嘛，妈妈一定是最伟大、最紧张。那今天听说是这个检查，好像是有一点不一样了。因为就是检查那个乙型链球菌，满35周以后的妈妈都要做这个检查，健保给付。OK， 就是避免他会有这个妈妈感染这个细菌，然后会垂直传染给宝宝，所以在后期的时候一定要检查的一个效果。明白哦。这次一定要拍哦。不行啦。一定要拍。你每次都这样，来来上去。可以，一点点。不要啦。对啊。每次要拍老婆的这个。体重的这个部分，他就是说女人的秘密不能拍。已经看到了，我可以跟大家说，已经看到了，我跟大家说一下嘛，我已经看到了，真的58，真的58，看到了，真的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老师，老婆现在58公斤，好烦哦，骂我，开玩笑的，看错了，应该是48了吧，你们走开了，女性为什么这么在乎他们的那个体重的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很有趣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看错了，我眼睛有问题了，应该是50公斤嘛，模特的身材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不要骂我，别骂我。没有放了啦 ，OK， 没事，漂亮。我爱老公。控诉我老公，公开我体重。还好了啦。结婚以来最不满意的一件事。你也可以公开我的那个这个体重啊。男生没差。还好，不是，我是靠身材吃饭的，我很在乎，好不好？老婆，你的肚子跟我的头很像哦。可以合拍一张照片。你看，一样光滑。真是一样光滑，超级大了，哇，好像我的头会塞进去哦。真的哦，这几天觉得有点晚上有点宫缩。晚上有宫缩，很频繁吗？就是前几天有一天晚上比较频繁，后来又还好。还好，OK OK。那你那天频繁的话，一个小时以内有没有3次啊？不知道，因为睡睡醒醒。睡睡醒醒 ，OK OK。如果还睡得着的话，应该是还好。还是很大、啊，我以为应该好一点。好一点没关系的，不会啊，不会啊。姐姐是说出生小只一点点嘛，如果这个重点，我觉得也不错啊。有没有可能是早抛出来的那个状况呢？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来啊，有没有可能？抛出来什么？就是早一点来 ，baby。当然有啊，这个医生也不知道。早一点来什么意思？说是宝宝提早出生的，提早出生的，还是有可能会、欸、像上一胎就是也是很意外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也没料到，他就那天就突然上次也还有一周、啊，对对，突然不太舒服，差不多39。因为我们是2天都不在这里，然后我不太知道。我觉得应该，如果你在家好好休息，应该就还好吧、哦，就不要想太多啊。我给医生小姐看我的 tattoo， 她也很好奇，真的很漂亮，像吗？像啊，像啊，很像啊，是的，很好，还不错，很不错，差不多花三个多小时，三个多小时，嗯，会不会很痛啊？最后面有一些部分非常痛，痛到不行，真的，所以后面我觉得哦，赶快结束，真的好痛，非常的痛。很痛，真的很痛，但是很值得、啊，蛮感人的。嗯，而且是那个怀孕的时候。对对对，我觉得那个画面很漂亮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老婆怀孕了之后，我个人觉得，她很漂亮嘛，但是怀孕之后，我觉得更美耶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妈妈的美。妈妈的美那种感觉，很漂亮，所以我看到在土耳其拍那张照片之后的感觉是觉得，哎，这个画面一定要。不要随时带在身上。对对，不想要把那个画面看看哎结束了、嗯。我想要把那个画面放在我的身上，就会觉得一种回忆。嗯。所以吃的。很好。现在老婆在里面检查中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，但是我们不能进去，就是在这边要等她休息一下，顺便跟医生聊天。啊，我也很紧张哎。就是，当就是当爸爸真的是一种，其实很幸福啊。但是就，你想要做更多的事情，很多想法，一直想要创作啊、写书啊，就是工作上面想要做很多很多很多的样子。所以我觉得这方面，就是要可以刺激男人的
创造力，因为我是那个艺人嘛，做一些这种艺术方面的工作，所以很想要一直在创作创作创作，所以第二个 baby 的过程 也是让我觉得一定要更努力啊，要是当然赚钱啊，照顾家人啊，就是要多花时间陪我的老婆啊之类的，就是爸爸的过程都这样子。以前我们没有当爸爸之前完全不知道这些过程到底怎么样，但是现在呢我懂了，我现在越来越懂了，难怪我爸爸现在也是一直在，如果我一些事情不行他爸爸还是说不要这样子，就这样这样子，就是当爸爸真的很不一样了。哎，老婆来了，什么了？没有啊，就做那个乙型链球菌。哎，然后真的痛吗？不会了，还好吧？那等一下还会再做剖腹产术前的抽血检验。对，有跟你说吗？加油，老婆，不会痛吧？都插进去那一刹那有个感觉。OK， 辛苦了，不可以揉哦，五分钟要把脚带死掉好吗？哇，你要立刻抽完三管。嗯，对。好快耶，又是一个产前平安的完成，顺利哦。对啊，而且医生说一切状况都很好，血流啊，什么宝宝啊，一切都很正常，很好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希望这样子过下去，就把 baby 平安的生出来。好像他的头围跟脚比预期大一点，所以可能是肚，但肚子比较小，所以好像比较长，嗯，比较高吧。好像是，跟我一样高高的 ，OK， 很好啊。健康就好了。好的，当然。蛮开心。加油，老婆！各位妈妈们，看我影片的妈妈们、爸爸们，你们都加油，大家都加油！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的频道现在越来越接近，就是10万，但是还没。我也要加油，所以希望大家帮我的影片分享出去，按个赞我的这个影片里面，订阅我的频道，才有办法可以继续，然后让大家看最好玩的影片，很多内容，请期待哦，下一个影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 ending 的方式，你说拜拜之后呢，把你的手盖在我的镜头上面，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，拜拜。